像南韩的艺人在意穿搭，现在居然就连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也要营造偶像魅力。继发行第一本个人写真集之后，北韩的国营电视台最近还推出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写真影片，里头金正恩不但是巡视营区、看飞弹发射等震惊的形象，还被士兵跟大妈们热情欢呼拥抱，要极力营造亲民形象。北韩民众热烈拍手，这么隆重的欢迎简直像是迎接巨星登场。金正恩万岁！慷慨激昂的配乐加上主播铿锵有力的语调，这支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影片堪称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写真影片。只见金正恩在影片中一下视察军队，一下和士兵一同乘船看海，还和士兵们手拉着手，一副好妈级模样。大妈们听金正恩演说还个个感动落泪，最后不但全场站起来拍手，甚至夹道欢送，魅力可比偶像剧男主角。但这段开飞机的画面就很邋遢，竟然有机师用手帮金正恩操纵，泄露金正恩并不是真的在行。Saying that they are going to wipe out Seoul and reduce it to rubble, but they've also said that they're going to wipe Guam off the map. 32岁的金正恩对内铲除异己，对外也不断挑衅。北韩近期却积极打造他的偶像魅力，除了影片，平壤机场的免税店还可以买到金正恩第一本纸本的个人写真集。名叫《人民伟大的天空》，里面收录金正恩和各行各业人士打成一片，甚至还有搭乘地铁的照片，积极营造亲民形象。只不过之前南韩情报才透露金正恩健康状况很糟糕，170公分高，体重竟然高达130公斤，每周至少3-4天熬夜开趴。想当偶像，正恩欧巴可能得先保持好身材再说。记者张婷、邓邦冠综合报道。